当我穿着五四学生装去学校，我本来想录一下你的反应，发现你并没有觉得我的衣服怎样。好好看。天哪，就是你也好好看。今天陪我的嘉宾同学，嗨。然后我们现在要去看一下新青年在哪里，就是馆藏。Hello， 大家，这里是陆宁。今天的视频主题是在北大校园寻找五四的痕迹。那自从我研究生入学以来，我就深受五四精神的影响。其实这是我很想做的一个主题，但也是很难做的一个主题，因为历史的原因和校区的变化，所以我只能怀着一颗虔诚之心抓取到一些浮光掠影。另外，本期视频和北大新青年合作，请把您出息了打在公屏上。大家都知道新青年是新文化运动的代表期刊，那我们第一站当然是寻找新青年。哇塞，这怎么还有同学放的时政法学？你就非得找到吗？主要是我不知道那个地方叫哪个教室。还没找到就是你傻了。是我傻，是我傻。点开，它在401室。灯火阑珊的世界，每一夜，每一夜闪烁后凋谢。符号啊，标点符号。每一夜发烫的冰雪。我特别想找一下狂人日记，然后刚才找了半天发现不是这卷，然后上网一查才发现它是色卷。你昂贵的竹签，四卷第六号是一补生号呀，就我们本科的时候学戏剧就经常提到一补生号，里面有娜拉。那个401的那个古卷是，我想问有没有什么周边，然后老师给了我一个这个，它是一个册子，超级开心。看到自己的大脑门了，嗨，说明你聪明。是的，是的。学霸的脑门都很大的。嗯，这边好好看呀。是的，这个路上有可能会遇见猫哦。鼻儿，鼻儿，鼻儿。你对儿化音有什么？这小花花好好看。对，我超喜欢它的配色，有就是有的地方还有白的。啊，抓到你的大！嗨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嗨，这是我的特邀嘉宾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陆宁。我们现在要去里边照相，耶、yeah ！可以了。我在讨论哲学问题，静园为什么叫静园？刚离到照相这边就不是静园了。然后这个应该是，哎，不是俄文楼，这是什么？哦，这是俄文楼。然后如果再翻过这边的山，就可以到那个未名湖。你像个导游。那很多鸟叫声还挺好听的，像鹭鸟。我们现在围着大招先生转一周，还没进去，还没走到。有人在那儿呢。那个同志情就是情不自已的哭泣。所以你在这里站了很久，我发现啊，一会儿了。
我今天又录的那个视频的主题就是那个北大校园里寻找一下五四啊，每天都在以五四的生活方式活是吧？我感觉是生活方式是什么？然后就是让自己的思想随时保持清醒吗？求心啊，就是以及赤旗插遍整个世界，是这样。看他的 I'm camera man。Oh no！ 但是我不负责编导，我帮你们拍吧。不是导演，你要发挥你自己的专业素养。我不是导演。那你是什么？我是 camera man。无怨无亲爱之青年，生于青春，死于青春；生于少年，死于少年也。敬前而勿顾后，背黑暗而向光明。为世界尽文明，为人类造幸福，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，青春之国家，青春之民族，青春之人类，青春之地球，青春之宇宙，斯以乐其无涯之生。收工了，什么时候请我喝咖啡？一会儿。嗨，嗨。在视频的最后呢，我去到了校史馆，因为那里不让拍摄，所以主要是以照片的形式出现。感谢本次的摄影小严，还有感谢在大招向前的何同学和在校史馆追着讲解的何同学。那感谢你的观看，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不讨厌的话，希望你可以给我一个赞。我是陆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拜拜。就是当时蔡元培先生他在做校长的时候，让还是在这个北京大学去这个教书的这个鲁迅先生，当时他设计了这样一款北京大学的校徽。我躺在街头，紧握着啤酒，仰望着星空，北京是车水马龙。我躺在人丛，紧握着自由，仰望着生活，感情是格外冲动。寂寞的跟我走，悲伤的跟我走。